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师尊你在背后布局，就此覆灭两大宗门，成为最后的赢家。有道说，师尊之所以收下石昊，就是为了利用他的贪生怕死，让范无忌心生贪欲，不出手杀任何一人。这些人一个都休想活着离开，与其提心吊胆，不如将你们诛杀一次，永绝后患。这个陆远根本不想放过我们。陆远。